敬礼，预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庄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十步拳。十步拳呢，是我们五步拳的进阶版。今天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十步拳的动作。下面跟着小庄老师一起来学习吧。走，撤步插掌，掌心朝上。走，双手交叉，左掌朝下，右掌朝上。走，屈步亮掌，左手为勾，右手为掌。起。下面跟着小庄老师一起来练习吧。下面我们来继续练习十步拳的动作，预备，齐膝插掌，走，上三步压拳，走，弓步冲拳，走，下面跟着小庄老师一起来练习吧，预备。到此结束，希望大家可以回去之后勤加练习。我是庄冠松，敬礼。